不要紧张，他没死，他没死啊！你骗我，我去看他。你冷静一点，现在那个房间已经一团乱了，皇上和太医都在给他止血，丁大人把城里最好的大夫也请来了。大夫们都说，看起来虽然凶险，可是没伤到五脏，所以说不要紧了。他会活下去的，他一定会活下去的。你在那儿又是哭又是喊又是晕倒的，反而弄得大家手忙脚乱的，照顾他都来不及了，还要照顾你。你就躺一躺，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你的脸色看起来跟他一样苍白。你给我发誓，他还活着。我跟你发誓，他还活着。那你再给我发誓，他不会死。我跟你发誓，他现在不会死。什么叫现在不会死啊？我就知道他还是会死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一百年之后我们大家都会死啊。那他一定会活下去喽？是是是，皇上也问了好多遍了，大夫们都说是啊。他就是那个什么人什么天呢？吉人自有天相。是啊是啊。